赏运动的特征，是将攻防动作融入绕圆走转之中。本篇教学过程分为三步，首先进行动作教学，然后将动作融入转圈进行练习，最后示范动作的攻防含义。做一遍，并不直立，屈膝按掌，转掌式，错误动作一，两背开展太大，正确做法，胸背衬圆弧形，错误动作挺胯，正确做法，胯向下挪，如坐凳上。大家做一遍，并不直立，屈膝按掌，转掌式，示范。一遍，预备，转掌式，摆步，扣步成掌，摆步外推，连接式，转掌式，摆步，扣步成掌，摆步外推，连接式，转掌式。摆步，扣步成掌，摆步外推，连接式，转掌式，右式，扣步成掌，摆步外推，上步连接式，转掌式。转圈练习法示范，请大家注意动作的完整性和动作变化时的方位。大家做一遍，
习案长转掌事，面对严心，面对严心，背对严心，面对严心，侧对严心，背对严心，对方体侧推，突然改变方向推，少脚跟，提脚背，蹬小腿，摆步扣住对方，屈膝压对方小腿。以腰发力，后脸，腿拦其后，手横脸，动作示范，换作右四，做一遍，指路四，回身穿掌，摆步扣步摆步，穿，上步俯穿，上步连接四，指路四，右四，回身穿掌。上步俯穿，连接四，指路四，一犯错误，动作停滞，动作要连贯一气。大家做一遍，背，指路四，回身穿掌，摆扣摆，上步穿，上步俯穿，连接四，指路四，右四，注意步伐，摆扣摆穿，上步俯穿，上步连接四，指路四，穿掌转圈法示范，请注意动作的连贯性和姿势变化时的方位。
一遍。走，外脚扣步，回身压，上不穿。查眼查喉，抱掌动作示范。换做右势，抱球式，摆步，上步仰穿，翻转抱掌，上步连接式，抱球式，右式，摆步，上步仰穿，翻转抱掌。上步连接式，抱球式，背不能直接下落，背应从对侧肩前挪下，两背不能混转，两背应离沿轮转，上下离沿方向。大家做一遍，抱球式，摆步，上步仰穿，翻转抱掌，上步连接式，抱球式，摆步，上步仰穿，翻转抱掌，上步连接式，抱球式，抱掌转圈练法示范，请注意动作的连续性和变换动作时的方位。做一遍，手指对圆心。
言心。面对言心，背对言心，面对言心，言即是。上架下茶，背背，上架下聊，扛摔。动作示范，换作右四。一遍，闭门式，银手撞肘，进步双撞，连接式，闭门式，右式，摆步，银手撞肘，进步双撞。连接式，闭门式，一犯错误，脚尖点地，根部步幅太大，脚掌应与地面平行，微微根部，大家做一遍，闭门式，摆步，银手双撞，进步双撞，连接式，闭门式，摆步，银手撞肘，进步双撞。连接式，闭门式，银手撞肘应连贯一气，撞掌转圈练习法示范，请注意动作的连贯性和变换动作时的方位。做一遍，
心，背对岩心。面对岩心，侧对岩心，背对岩心。撑起上架时突然顶走，一掌隔开对方进攻，撞撞，两手起来撞，动作示范，限速是百步，回身撩掌，上步推掌，转身掖掌，提膝挑掌，踏步前劈，扣步连接式，限速是。回身撩掌，上步推掌，转身掖掌，提膝挑掌，踏步前劈，扣步连接式，限速是。掌位不对，下手肘太直了，右手闲掌，左背微屈，限速式示范。背面动作，勾踢横脸，扣步踏掌，一里散花示范，看背面动作，扣步穿，五花转身，萝卜掖掌，大家做一遍，限速是百步。回身撩掌，上步推掌，转身掖掌，提膝挑掌，踏步前劈，扣步连接式，限速式。百步回身撩掌，上步推掌，转身掖掌，提膝挑掌，踏步前劈，限速式。转圈练习法示范，
请注意动作的完整性和变换动作时的方位。回身撩，面对圆心，侧对圆心，背对圆心，面对圆心，抓住我手腕，可反掌解脱，借解脱推，上格推，翻背，叶掌，挑劈。动作示范，盘柱式，圈步旋掌，摆步，扣步，摆步，扣步，开步按掌，斜步插掌，顺步撩击，左右挂掌，连接式，盘柱式。步旋掌，一、二、三，上、下，开步按掌，斜步插掌，挂掌，挂掌，连接式，盘柱式。前背太高，后背贴腰了，前背以肩平，后掌撑开，肘关节弯曲度太大，右手旋掌上升，
拉开肘关节，大家做一遍，盘住式，圈步旋掌，扣，摆，扣，开步按掌，斜步插掌，顺步撩击，挂掌，挂掌，连接式，盘住式，圈步旋掌，一、二、三，三步一圈，开步按掌，斜步插掌，顺步撩击，挂掌，挂掌，连接式，盘住式。转圈练法示范，注意大圈中的小圈以及动作变化时的方位。刚才那个二拍，练一遍，下打，撩击，挂，挂结带手，掌动作示范，右四，顺劈，回身挑穿，反背锤，
上步横肘，转身攒掌，上步连接式，钻天式，上步顺劈，回身挑穿，穿掌，反背锤，上步横肘，转身横斩，上步连接式，钻天式，旋掌肘关节弯曲太大，旋掌应尽量上穿，拉开肘关节，移动腿远离支撑腿了，移动腿应靠近支撑腿移动，大家做一遍，钻天式，上步顺劈，回身挑穿，穿，反背锤，上步横肘，转身攒掌，上步连接式，钻天式，上步顺劈，回身挑穿，反背锤，上步横肘，转身攒掌，上步连接式，钻天式，转圈练法示范，注意动作的连贯性和动作变化时的方位。做一遍，上外部劈，回身传，面对圆心，面对圆心，背对圆心，面对圆心，牙劈，反背锤，平展掌动作示范，换作右四，
展翅式百步片线撩梯，徒步船长、工部探长、提携牙长、旋身蹼长、扣部连接式、展翅式片线撩梯、徒步船长、工部探长、提携牙长、旋身蹼长、扣部连接式、转掌式、收式、摆背、并步直立。大家做一遍：展翅式、片掌撩梯、徒步船长、工部探长、提携牙长、旋身蹼长、连接式、展翅式、片掌撩梯、徒步船长、工部探长、提携牙长、旋身蹼长、连接式、转掌式、收式、摆背、并步直立。转圈练法示范，请注意动作的连贯性和动作变化时的方位。做一遍，片掌时撩梯离脚，同时到位，收呼，收式，横脸，肩背发力，掌拔式的走圈动作抽出来单练，即传统的拔大式练法。拔大式是拔卦掌的基本练习形式，是提高步法和姿势规格的简易练法，也是巩固提高拔卦掌技能、提高健身延年效果的简易练法。
圈躺进的时候，脚掌要尽量频频向前移动，不能提离地面过高，也不能插着地拖泥带水。上身要保持平稳，不能忽高忽低，也不能左右摇晃。八大式每一式之间的连接通过连接式来实现，不论任何一式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变换。的时候，我们既可把八式连接起来练，也可以只练其中的某一式。转掌练习法是八卦掌的终极练习形式，将转掌八式各式连贯起来练习，即为变式转掌。这里是由第一式至第八式每式一左一右顺序连贯练习，熟练以后格式之间都可通过连接式任意连接，不比基于某事解某事。
从上向下俯视转掌拔式的念法。连环转掌练习法是八卦掌的高级练习形式，它是将八卦掌的动作按照八卦掌的运动规律编组成的纵混连环随意走转的套路。这里演示的连环转掌是以转掌拔式的38个动作为主要素材，吸收白岩线桃、乌龙摆尾等几个动作编组而成的。